从大学生了没出道的台湾偶像歌手李维峰去年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，获得了非常不错的市场反响。而近日李维峰推出第二张专辑《爱存在》，其中三首主打歌搭配偶像剧《幸福选择题》再度掀起浪漫风潮，而李维峰也晋升为偶像剧歌王。据悉目前曝光的三首歌曲《舍不得》《转角那个女孩》以及《Let Me Love You》播出后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。近日李维峰拍摄《舍不得》的 MV， 这首歌曲继续演绎揪心与浪漫，与女主角有不少拥抱戏份，让她大呼害羞。看我没有，我当时说看我马上就放开，而且我都是吗？对，我都不太敢，就是留在那个区域范围内，因为真的觉得有点害羞。只是拥抱就已经害羞不已，那拍吻戏不知道会是什么场景。导演安排李维峰和女主角站在电影海报前四目相望，浪漫氛围破表，一时间让导演都舍不得喊卡，干脆顺势下令李维峰亲吻女主角，让毫无准备的李维峰就此献出了自己的荧幕初吻。导演根本没有说过要亲吻这件事情。你说什么什么？就是我们在拍摄刚这段戏的时候，其实导演根本没有讲过这件事情。真的吗？就是伟峰来那就看外面，对，好，伟峰总会去亲他，我就亲他。虽然是临时加戏，不过也轻松驾驭一遍就过了，看来吻戏技巧也不错哦。东兴娱乐整理报道。